大家好，又是我香口Carl，今天又为大家提供 GTA Online 每个星期的最新资讯。今天 War Star 是比平时迟了两三个钟才 update 的。今天是10月14号，今个星期落圣都车序里面的奖品载具是公路霸者 ASB， 获得的条件是六场落圣都车序系列赛里面名列前三名，而试驾载具分别有文宇、E-Set R350 同埋经典王者 ROS。 今个星期赌场入面嘅台上载具系史必特，属于班尼原创汽车工作坊嘅载具。特价车方面 ，Legend 就有别嘅，克里克做紧六折，同埋佳士可做紧六折。南盛安地列斯超级汽车网嘅斯拉姆货车做紧七折，班尼原创汽车工作坊嘅初代做紧七折，将初代升级为初代改装款都做紧七折，月光做紧七折，将月光升级为月光改装款都做紧七折，军火大亨嘅机动作战中心嘅搬运者改装款做紧七折。房地产方面，今个星期所有车库做紧六折。差事方面，杰瑞德嘅联络人任务做紧双倍，暴力碰碰车系列嘅竞争模式做紧三倍。另外特殊载具任务做紧双倍。今日呢一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又会为大家提供 GTA Online 每个星期嘅最新资讯嘅，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另外大家记得 follow 我嘅 IG， 咁我喺稍后时间咧会喺 IG 度发布翻详细版本嘅 GTA Online 每个星期最新资讯嘅。之后落嚟如果 GTA Online 有啲咩新嘅 update， 我都会尽我所能尽快咁将最新嘅资讯带俾大家。我是香口Carl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